优秀的高管他是不是高管这边也好吧这里高管今天我想去报听我以为有病才不要说啫，估唔到有人仲病得严重过我啊！你脑水都未生癫，你啊呢度冇人蠢嘅，你全部都傻噶，出咗事个个都唔出声，个个都瞒住我，系咪以为我死得唔使俾我知我话路啊？我叫佢哋唔好同你讲噶，你啱啱先中完波仔，佢影响你继承啊嘛。换嚟换去。到頭嚟睇樣影響到我，有分寸咩？有，起碼暫休兩個禮拜，你可以安安心心休息。大哥啊，艾叔咁做都為咗你好。